这是12月6号，礼拜天，在新北市韩国瑜的造势。不是造势哈，他是帮立法委员造势，他是自己来帮他立法委员站台。各位委员应该改板桥的大美女哦。好，接下来第八选区中和区76里，团结拼胜选，这席不可少。中和加分，秋风谣，秋风谣，这个秋风谣没听过呢。好，接下来第十选区土城三峡，选对的人，做对的事，林俊杰，林俊杰。第十一选区新店深耕实地，乌来平林，人民。主有你才有未来的罗明才，罗明才。第十二选区戏子金山万里瑞芳平溪双溪共寮，拼戏子捷运，拼文创观光的李永平。哦，这个是大李永平，这是这个大牌。李永平，是的，新北十二席，新北市。全雷打，西北市。好，接着介绍第九选区永和中和九安17里，双和双赢，幸福有余的林德福。哦，林德福啊，这老头子。林德福。是的，西北市要全雷打，好不好？西北市。是提名的十二席的立委，每一位呢都亲自来向现场所有60000名的乡亲来恳托。首先，我们是第一选区，我们的洪孟凯。心中永远有中华民国的好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大家好。感谢所有乡亲、时代好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好。我以后要用真大个咧客家个乡亲，太感恩太感恩。是客家话耶。朋友也在现场，啥你个干嘛不让来啊？吼！今天我看大家手中拿着中华民国的国旗，头中大
们中华民国的国旗，心中有着我们的中华民国，大家说对不对？今天是团结的日子。前几天天气很冷，这个还不是韩国瑜造势，现在这个只是这些立法委员。我们重新见到青天白日出来了，对不对？今天的天气真的是，我们的选情也会像天气一样，我们也会越来越温暖，拨云见日，阳光普照，大家说对不对？对。拜托大家，关下校友会，剩33天，这个时候为了我们的中华民国，为了我们热爱的台湾，我们团结起来，总统支持韩国瑜好不好？好。总统让韩国瑜当选，就是我们当选好不好？好。每一票都要去投，每一票都要吹出来，只有我们团结一致，总统当选，立委过半，我们才可以让中华民国重新站起来，大家说对不对？介绍过了以后，他们就自己各级去拜票了，菜场啊什么。你叫小妹看呢、啊、小妹有没有看？你叫小妹看。他是在我们在 YouTube 上看，对不对？要、侯友谊来了，侯友谊侯市长，通通一个一个来都红牌了。不得了，好多人呢、啊，不得了，对。市长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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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感谢，非常非常的感谢，侯友宜，你家用感恩的心情，跟12个立委。给所有新北市400万的市民们，谢谢你们，感恩你们，今天到这个地方有满满的支持，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去年这个时阵，我永远记得，你们用满满的热情。以我们最大的力量，把侯友宜送进了新北市当市长。我说过一句话，你们都是我永远的竞选主任委员，因为恁上大，不是家己台顶的人上大，家己台顶的人是比恁较细。天大地大，
上上大，人民最大，人民决定一切，决定咱要行什么条路。我有对大家承诺过，大家讲何友宜你做市长，爱照顾老的，爱照顾囡仔，爱逐天拼。何友宜就就任迄天到即马，不忘了我们的所有的竞选主任委员的交代，我跟我的里长们每天拼到底。我挂到的议员和我的议长。大家白做伙，咱市民讲的，不管伫脸书，伫伫你的欢迎，所有大小代志，何友宜绝对拼头前，大家拢记得着。咱做四十年的代志，对民国六十九年拼到今嘛，咱为什么在拼？咱就为着咱这个土地，这个土地的国家叫做中华民国，打个电话。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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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军官小，空军又小。哦，上来了，上来了，干掉！韩国瑜上来了。这个去年的这个时候，去年的这个时候，他还想不出来他会有今天，啊？呀，马英九也在那边，看到一起来了。哪里有？当然，刚刚在讲是排队，看到戴黑眼镜在前面。那圈圈里面哦哦，在那圈圈里面上台了。嗯，他把这几条歌都选得很棒啊，都是振奋人心的。是军歌吗？都是军歌。对啊，对啊。哎呦，不得了，这还不是他的造势场，你看没有？这个还不是他的造势，也是他们，当然是他们，整个不是他的，整个国民党的造势，整个国民党，整个国民党的造势，当然了。这只是一个 local 的，这不是 local， 新北市是最大的一个，新北市是台湾最大的一个。哇，都换衣服了，哦，哎呀，你看看周习伟，哎呀，亮，哇，那个老头子也下去，那个老头子，对呀，他是当部主任嘛，主任当部。那个蔡英文看的皮皮喘。拉尿在身上，啊，拉尿在身上。他是开心啊，那个侯友宜跟他合体啊，他们三个人意思是很好。张孙正也来，全都来，全部来，国民党人全部来了。连战没有出来。啊？
都马总统他们每个都换衣服了你看那个老头没了他每个都换衣服因为侯友宜是拿不出来的每个都穿同样的衣服你看到没有觉得团结了现在国民党安心了吧啊，对，裁员啊，裁的大家都是。哎呀，哪个要他出来丢脸？那丢脸了。没有讲这个党马英九不是没有讲这个主席 啊真的啊没有主席马英九他有讲吗马英九有讲啊马总统就是吴敦义没有讲就是吴敦义没有讲我要讲话啊！马总统，加油！谢谢。韩国瑜总统候选人，新北市苏前市长、侯市长、周前县长，新北市党部李朱伟，以及本党新北市所有的十二位立法委员，他没有讲。那还有我们的那个赵善政刘副院长，各位贵宾。各位好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还好，一个多月就要投票了，我这里要提出三个理由，要求蔡英文下台。第一个理由，蔡总统不能也不愿意捍卫中华民国的主权。第二，蔡总统不能也不愿。尊重台湾民主的价值。第三，蔡总统不能也不愿
捍卫他自己的诚信。各位都知道，蔡总统上任三年半不到，我们就丢了七个邦交国。各位不要小看这些国家，虽然不大，但是有邦交，我们的主权才被承认，对不对啊？他是近三十年来邦交国丢得最快的总统，现在剩下十五个邦交国，如果我们再选他，很快的很快的就会继续往下掉，我们不选他，让他下降，好不好？有一个当过院长的民进党员说，这些邦交国不要也罢，断光了我们就搞台湾独立，这些人的无知跟天真真是让人恐惧。我告诉大家，我们执政免签国从54国变成164国，蔡总统他们做不到，所以呢他对于新南向的国家全部给他们免签证，不但这样还奉送这个旅行的补助。可是呢我们要申请泰国的签证，就不像欧美国家还有日本韩国可以免签证，我们不但要签证还要缴财力的证明。各位乡亲，你到朋友家去看朋友，他说你不要来，先让我看一看你的银行存折，你能接受吗？不能。这种歧视的待遇我们能接受吗？不能。这样上权入国的待遇我们能不反抗吗？不能。为什么我们驻泰的代表就像我们驻日本的代表一样，只会要国民委屈而不能争取我们的权益？这两位代表还是任吗？不是。第二，蔡总统他不能也不愿意捍卫台湾民主的价值，他一天到晚说他要捍卫民主，可是想一想，去年九合一选举的时候举行了10项公投，民进党全败，他们不敢再让公投法继续，所以呢修法二修，把这公投变成一个铁笼公投，要举办都非常的困难。而且呢去年通过的以核养绿是589万对401万，差不多是6比4的比率。可是呢今年4月27号反核人士在凯道游行的时候，我们蔡总统居然跑去参加，他这样践踏民意，他配做总统吗？不配。各位，最近韩市长遭到抹黑，蔡总统怎么反应呢？他说总统参选人在面临质疑或需要厘清的时候都能够清楚说明，如果采取回避态度选民也都看得到，这句话说的都蛮好的。可是呢他对呢他自己的论文怎么从来不出来澄清呢？对不对啊？对。这个不是双重标准吗？对。一个，如果连这个最起码的学术真诚都没有的人适合当中华民国总统吗？不适合。他这就采取了双重标准。三个理由我再强调一遍，他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捍卫中华民国的主权，他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捍卫台湾民主的价值。第三，他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捍卫他本人的诚信。各位，台湾人民再也不能忍受他治国无能、倒行逆施，绝不能够让他把台湾拖垮，对不对？对。所以让我们同心协力把韩国瑜送进总统府，立委全力打，好不好？好。让国民党重新执政，好不好？好。好，让我们来一起欢呼韩国瑜到胜，韩国瑜到胜，国瑜国瑜韩国瑜到胜到胜。韩国瑜是何德何能啊？啊，把这些大头都这么捧他，啊，他真是真是做梦他都想不到有这么一天他。不对了，不对了，不对了，不对了。今天我们国民党的八大天王全部合体了，对不对？八大天王，乖乖。是的，没有。接下来也是我们期待的时刻了，跟我一起来说，总统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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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唱歌唱得很好听啊。每个人都招呼的周到，代表2019年全台湾人的心中
对台湾一整年的描述，这个字是哪一个字？乱，乱，乱七八糟的乱，混乱的乱，乱一通的乱。真的，但是我要提醒大家，2016年5月20号，台湾人民这么期待民进党执政，台湾人民给了民进党完全的授权，立法院过半。520蔡英文总统就任，2016年年底，台湾人民用哪一个字表达2016年的心声？辛苦的苦，因为他总统干了7个月，可以推卸一下责任。第二年到了2017年，一整年全部是民进党执政。到了年底，2300万同胞再用一个字表达心情，反映民进党执政，这是哪一个字？闷，闷。什么叫闷？就像我们小时候看的电视机，大家家里买的第一台电视机是黑白的，很多年之后换成彩色，整个台湾被民进党执政从彩色的转为黑白，就是一个字，闷。2018年，民进党继续执政，台湾人民在年底用了一个字表达心情，是哪一个字？不晓得。穷。因为国民党县市长选举大胜，民进党大败，台湾人民期待民进党能够改邪归正，民进党能够回头是岸，民进党能够重新出发，带给台湾人民安居乐业，所以用了翻。大家期待2019年的今年能够改变，结果民进党的贪污腐败、派系的分赃、无能、变本加厉，继续滥权，伤害民主，控制90%的媒体，继续滥下去。所以今年台湾2300万的民众用了一个字表达我们共同的心声，乱。各位新北的我的同胞，我的父老兄弟姐妹，4年执政，4个字，苦、闷、翻、很乱。如果2020年1月11号民进党继续执政，未来的4年，我现在就可以写这4个字给大家看，惨惨惨惨。亲爱的新北同胞，我们曾几何时台湾会沦落到这个情况？刚刚马英九总统讲去泰国旅游，麻烦台湾人给我看一下你的财力证明。我们曾几何时亚洲四小龙的老大，东南亚的国家、东北亚的国家已经不把我们看在眼里。我们曾几何时，我们中华民国的外交寸步难行，海峡两岸动荡不安，新南向政策一败涂地，经济百工百业萧条无比，教育改了提纲，长辈不知道怎么教孩子，一例一休卡住资方老板的脖子，饿了劳工的肚子。我们曾几何时，全台湾我走了45天，全台湾我走了45天。各位现在看到国瑜又黑又瘦又老，脑袋没有几根毛，我已经连走了45天，还没有看到一个台湾人告诉我，一个台湾人我都找不到告诉我们咱台湾机赢卡吧，没有一个台湾人说这个话。台湾人的钱满到小腿的肚子，我还没有碰到一个台湾人告诉我，怎么得了？我们不应该接受这种命运。我们这么的勤劳，这么的善良，又这么友善，又这么重视下一代的教育，台湾今天怎么会走到这一步？明年两岸的 ECFA 经济合作架构到期，如果不能签订，台湾出口大陆占台湾44%市场，
所有几百项的产品要课以关税。明年东南亚整个关税15个国家结盟，台湾进不去。各位新北乡亲，我们的前途两条路，一条是光明，一条是黑暗，一条是有钱，一条是贫穷，一条是彩色的，一条是黑白的。我们不能再这样子下去，我们必须要改变。台湾人不能再这样子窝囊的过下去。我们知道过去很多民进党的支持者期待民进党带来我们的繁荣跟幸福，3年半我们失望，多少民进党的支持者期待那个勤政爱民爱乡土的民进党能够重新出现，但是对不起，今天的民进党爱金钱爱权力爱他自己，民进党的理想已经完全丧失掉，蔡英文总统的治理国家完全被派系绑架，他动不了，放任这些民进党的派系吃台湾人的肉喝台湾人的血，大贪特贪大捞特捞。我们绝对不能再这样下去，我们这一辈人一生的辛苦就是投入台湾的土地，我们希望下一代比我们更强大，看着台湾日渐沉沦。我的太太李嘉芬到了东南亚马来西亚柬埔寨泰国越南，一大堆外国人看到李嘉芬抱着李嘉芬大哭，李嘉芬都觉得很奇怪，你是外国人为什么讲到台湾你哭成这个样子，原来他们年轻都在台湾留学，是留学生，对台湾有情感，他们是马来西亚人，是印尼人，甚至新加坡人。他们告诉李嘉芬，我们真的不忍心台湾一直往下沉沦，我们爱台湾。各位新北乡亲，我们一定要改变。2020年1月11号是我们最后一次的机会，中华民国风雨飘摇，期待所有新北乡亲，我们台上站的12位立法委员，新北乡亲要向全台湾全世界华人证明，新北乡亲是有头脑的，是有理智的，是有判断力。只要新北12席国民党立委全垒打，我们一定能震撼全台湾，震撼全世界，好不好？太汉子讲话有头绪，非常有条理哈。选票团结起来，向不公不义的民进党政府大声喊，请他们下台，用我们的选票全部集中，全部爆破，一票拉一票，让12席立法委员全力打爆。哇，3年半，中华民国是一只雄壮的老鹰，被民进党踩在脚底下完全飞不动。2020年，中华民国这只雄壮的老鹰将会重新冉冉飞起。我们需要2只翅膀，一只是总统府，一只是立法院。韩国瑜跟12席新北市立法委员全部当选，中华民国2只翅膀，让我们一起看着中华民国重新展翅高飞，好不好？说服你啊！中华民国万岁！中华民国万岁！中华民国万岁！再一次用吃奶的力量，中华民国万岁！中华民国万岁！谢谢大家，拜托大家，谢谢。他是帮立委站起来的，他为自己买什么？